菲律宾当局四月三十日指控，菲律宾海巡舰艇遭中国海警船夹击，造成船只损坏，栏杆与顶棚都受损，是两国在南海冲突中首次发生。菲律宾海巡署发布声明表示，舰艇此次的主要任务是为渔民补给燃料与食物。中国海警则宣称，菲律宾公务船行闯海域，是依法驱离。根据路透社报道指出，民主礁位在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内，主权不属于任何国家。然而，中国占据民主礁和周围西湖超过十年，中菲两国近年更因此冲突不断。